这样你觉得郭台铭这样子有没有接地气？就是帮摄影在绑鞋带这件事情，有接地气吗？就从一个大老板转换成新身份这样。哇哇，人家愿意改变也是好事啊。那我们的摄影记者要是鞋带掉，你会帮忙系鞋带吗？是吧？这笑什么意思？那也要看到啊，不太会，我就要看到跟他讲，给自己绑一下，绑一下。我觉得郭台铭弯腰有点太作秀的意味了。我不晓得，你要去问他，怎么问我？像林以梦觉得你比韩、林以梦觉得你比韩国瑜还认真，在市政上面背什么？这是一定的，我们做本来做事就认真习惯了，所以那我们都市也比较认真，外科也比较认真。很多人都觉得说备询的时候，韩国瑜都只有还是这种标题式的说法，然后有点跳针，没有内容，蛮空泛的。坦白讲哦，你要第一个会期就要很清楚，不太容易的。我倒是讲哦，高雄市政比台北市政更复杂，因为它包罗万象太多了嘛。所以你觉得他现在的表现是可以接受的吗？那就是这样的、啊，通常第一次人家会说，会替你解释嘛。那、所以这个就要自己要想办法赶快去改正了。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？深呼吸，放轻松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像他对于站着备询好像蛮有意见的，你怎么看？你认为站着备询合理？我也觉得很累的。我每次上那个咨询台就想，哇，要站五个钟头，我就说啊，当作在开急诊道，因为之前你生气的时候，你也坐着让胡市政备询。你之前自己有拉椅子坐着，然后让吴。其实说坐着是比较舒服的，那个比较省力气，那个要站五个钟头，其实蛮累的。你要不要把你的佛经送给韩国瑜？不用了，他也不一定是念那个的。那你有觉得你每次备询的时候都像小学生吗？也不会啊，那都不是说我像老师在上面教课。市长下午北市选举无效之诉，选举无效之诉是审查宣判，预计说可能会赢。华院都不是我开黑头问到这个题目，你觉得有把握吗？其实选举无效的诉讼，好像几乎很少有成。印象中在台湾好像，只有以前那个在花莲那坐票那一次是，那一次以外，其他没有成，从来没有成立过。那你相信台湾司法吗？怎么讲？我们希望啊。希望司法是可信的。那胜选跟败选，或者是怎么判，你们有没有沙盘推演，对于你的下一步有影响？因为我们想过了，其实这是二审制啊，所以一审的宣判，你知道没有实质的影响效果。郭台铭昨天说一中各表才有九二共识，但是他说现在很多政治人物都讲一家亲哦，让你们讲讲看，讲清楚，这好像有点在针对你的两岸一家亲的说法。其实哦，这也是目前那个。国民党是说一中各表，可是我发现大陆方面也没有同意他们这个说法，所以这的确是当前的一个问题。那你同意郭台铭的？你需要就是进一步的解释说你的一家亲的吗？最近想来想去呢，其实这个就是需要，所以为什么当时在五个互相哦，最后加一个互相谅解，就是说，如果大陆方面哦对，还是要面对这个目前这个。如果否认中华民国的存在，九二共识真的很难谈下去，在台湾就卡住了。